我们是传奇。大家以后高兴就好了吧，然后大家还能拒绝的时候还有这种感觉吧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些会过了很多年会有点生疏，这是肯定的。对着话筒讲。就算我跟小兵可能以后分开也会有生疏的时候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只要以后能够聚的时候都能够来，可能会把自己的小孩啊不管是离了多少次婚也好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请大家跟紧一点啊，快点。跟紧一点啊。谁满？谁满？Welcome。我就从你八七年聊的怎么样？很好。我在酒桌上面可是有两下子哦。可能啊，之前的话你可能在班级工作呢，可能犯了所有的失误啊，也可能当然是谅解，也希望在未来的工作中大家积极支持我。今年以后的聚会你就组织啊。好的好的。你要付钱啦。还有。还买单先。对啊对啊。还有我想说到他们要想说的就是，我们班呢是个大家庭，所以你后面哪个结婚的话，如果邀请到我的话。哪个第一个结婚邀请我的话，我给100。哪个第一个当伴郎，当伴郎，100。礼轻情意重啊！所以这一句话就想说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对啊，大家不要浪费时间。虽然我是因为一个很特殊的原因才来到这个班级，但是呢，我非常感激大家给我那么短暂，短暂快乐的时光，也终于让我体会到，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的差别，这也是正好我想回来中国，他也卖啊，我在美国，口水到碗，我在美国。请大家允许我多说两句话，就是我在美国，其实我感觉到最大的困难就是中国人不团结，中国人不支持中国人，中国人自己斗自己斗自己人。我去帮过的所有人都，基本上80%都有可能，都有可能，就是我感觉的非常，我自己觉得非常心寒，这也是一个我比较觉得我不满意美国社会的一种心态吧。我回来中国，我感觉到，中国大学生活给我一个明显的，跟美国的对比，就是我觉得这边亲情和友情比那边好很多，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开心大家能接受我为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。非常谢谢大家。我中文不是太好，但是意思能表达清楚就好了。谢谢。我想到的也不是我自己能够拿奖，我觉得挺自豪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代表是整一个班级，因为没有整个班级对我的支持，我肯定不能够走到现在这一步。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对我很好，都很照顾我，都很支持我，所以的话要谢谢大家。希望的话大家一路都很期待看我，然后我们再聚一聚，谢谢。回来，习大你要请吃饭啊！你是本大主小心，快点请他赢得我们的掌声！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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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。因为这样大家行动，因为在四年呢，我们大家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。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聚在这里，我真的是真的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。那我希望呢，以后在5年后呀，在10年后，把大家在。
又是来第二一期，谢谢。我都要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，因为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支持过我，特别在我考研的时候，所以呢，我很衷心向他们深深感谢，谢谢。不用，你要是放手吧。你看，奶这也是变红了，已经开始拍了。拍了以后，拍了以后，然后你想停的话再。哎，不动我，不动。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去山东，啊，对，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，让你们感受在他乡的温暖。然后，对，我们在一起，如果烦恼，如果不愉快，也如果更快乐的事，这一切我没处收藏，只能放在心中。别动，别给他动啊！谢谢。他动那么多，你这样晃的看不见啦。不要动啊！它里面动的，你这样一动，全部都动完了。小妹不要动，别再捣乱了你。小妹你快回来坐啊，你不要动啊，回来。神经啊你！不要动啊，捣啊，小妹过来。知道啊。我就是希望大家以后身体健康啊，一切顺利啊，